差不多了，今天一样要来玩这个机动战队 ，OK？ 然后我有创了一个军团啊，今天要跟鸟屎的军团来对抗一下啦。喂，我想换头像了。哎，白痴，我这么多香的头像，在那边用大男，跟我开玩笑。我看哪个比较香？太多香头了吧？哇，这些头也太香了吧！我是难选哎，特殊头像我都没有哎。哦，靠，无双代币解锁是不是？好吧。伊莱恩，可以耶！我靠，这是什么背包？喷射背包？哎，我靠，居然是这种玩法吗？再一次，再一次，火箭背包居然是这种玩法吗？啊，好难！好讨厌的感觉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这样子玩。然后呢，等一下鸟屎来的时候呢，我会跟他连线看看。然后呢，加我申请我军团的，应该都可以直接进入啦，不用审核。那我们大家一起冲一下军团的经验。那军团经验够了之后，下次我们就可以去打一下这个军团的 boss， 好吧？喂喂喂，哎，干什么混呐、啊？抱歉，不是新麦克风有点问题呀、啊。麦克风好像声音怪怪的哟。哎、欸，加好友没？我们本来就是好友了吧？有吗？有啊。你谁？对啊，我的好友有一个六探啊，军团屁大无穷啊，不是吗？啊，我知道原因了。你是 Nelsy 四零机动队吗？对啊。好，今天呢，就是呢，要跟六探一起玩这个前几天一起玩的这个机动战队了，好不好？删除好友。哎，不会。这个上次有跟大家说嘛，就是我们创了军团之后会跟一个神秘嘉宾一起 PK 嘛。那这个神秘嘉宾呢，其实也没有多神秘，就是我表哥本人六探这样。讲神秘嘉宾的时候，大概有一半的人已经猜到是谁了，对，一点都没神秘的感觉。这么不神秘是不是？游戏画面还要再大一点，好，这样够大了。反正我游戏画面再怎么大，你们也是看那个背板右边那个女生啊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哎、欸，你的背板的女生太赞了吧。对啊，我连上次玩这游戏的时候，连我自己都会在看那个背板，好不好？不管了，继续讲了。根本就没有在理我的游戏画面。有观众说，我本来想看游戏画面的，但真的太大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给大家的一个福利，只要在五月底前输入这个我的专属的兑换码，就可以获得这个我的专属礼包在游戏里面。哎、欸，礼包输入完他的还可以输入我的哦。但是建议大家就是输入我的，不要输入他的。为什么两个都可以收？为什么只输入你？啊、哦，两个都可以哦。好，那就大家都可以这样。大家记得去追踪机动战队的这个粉丝团。贿赂，贿赂啊！当然是贿赂啊，不然呢？我背板都已经这样了，不然呢？加我的军团，不要加那个屁大无穷，加我的。为什么啦？等级太低，战力太低的可以加屁大无穷哎、欸。过分！我跟你讲，我的军团现在经验也不错，虽然还在 level 1，可是我们大家很团结。我跟你讲，你 level 1是不是？知道我们军团 level 多少？讲出来啊！ 1 但是你猜看我们军团成员多少？来，你说啊！你先讲你的。我有十个人。哦，你完了！我讲出来吓死你！你知道我几个吗？怎样？三个。都没人加我的军团、啊。因为你迟到，我已经招生完了。白痴啊，教我的啦！哎、欸，而且我这边还有竞技场36名的大哥，竞技场36名的大哥，我禁止犯，你退团来我这边不行啦，我跟你讲，先对打一波啦，这个要再说啦。集中队演习，等一下我按演习，他直接开始是怎么样？哦，他就打你的阵容是不是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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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觉得我的阵容，哎、欸，我打输了、欸，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赢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我被屌打耶？因为我就很强，所以大家赶快退他，退你。哦，少啰嗦了，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我跟你打输了、欸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所以你跟我打你也输了，输了。你的贝卡斯是开单盖哦。等一下哦，贝卡斯是短发男，那个马信转哥啊，他超赞的、欸。为什么？他有 skin， 然后是女装。什么？那我要换 skin。他 skin 是女装，而且他讲话还是男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什么？我在那边换，我在那边换头像，想说看香香的，结果我换到一个男的，是不是？那我要买，我要把他转掉。哇，还可以结婚哦、喔！这是香香哥哎、欸，原来是香香哥哎、欸。欸、他很聪明，他知道我不想用香香哥，我会把他换掉哦。结果他就出了一个这个，我哪受得了啊！我抽了一只超屌，然后我把他磕到弄到10星，然后他开瓦萨克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可以暴打你的人了。
奇怪，我6v6真的打不赢你。白是我的超强，我刚刚超强角色，他说影分身之术一分出来，然后你一刀把我六五只一起砍爆，我4v4跟6v6都赢了。怎么可能啊，你生了什么？我不告诉你。你生了什么啦？快点啊。没有啊，我就祭司的装备，你升祭司对不对？哦，4v4我真的碾压你，少在那边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你等我。对呀，你是现在一边在升级，然后他会直接现场反应在。不会啦，怎么感觉好像你越来越强啊？可以啦，又是我赢啦，大家可以加我军团哦，已经看到这样了，那个六探军团的应该可以跳槽来我这了吧？少啰嗦啦！哎，我跟你讲，经过我们这样子打了四 v 四六六火力展示之后，我的军团人数来到了三人，还是没有。你的怎么那么强啊？真的很强哦，叫你的军团的人来我这啦！你的女装大佬怎么不会扣血啊？我女装大佬会吸血啊！哦，终于赢了！真的假的？哎，还没哦，不一定哦。你有一个一直在拉打哦。哦，好强哦我！哦，斩死你了，好爽！哎，我好多角色都没有，其实图鉴拉到最后有一个机师叫小色，是一个长得跟我超像的肥宅，快去看，快点！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哎！哦，多重分身很烦哦。爽不爽？爽吗，兄弟？爽吗，兄弟？我那个机体那边里面有一个叫做挖掘机，就是挖土机。我点评价里面说，这玩意在机库上面会挡住上面的机体有几颗星，真实用。因为它怪手很长，超出那个框框了。我的军团少一个人，被你拉走了。什么东西？我的军团少一个人。不是不是，他是退团，因为我军团也没有多一个人。哦，真的吗？单纯退团而已。我们就是一个月之后，我们来看谁的军团比较强。输的那个人要摔坏一台手机，然后买一台新手机之后，马上下载机动战队。我才不要嘞！你们要打六单，你的军团有人吗？问号才可以哦，完整的句子好不好？没人打怪，不要在我这边偷招生啊！来我的啦！到底为什么要在我的台问你的军团有没有人？为什么不是问我的？这是不是阴谋论啊？你问厂商，我哪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不是问我的？气死我了！我也有军团啊！今天的跟六探的机动战队呢？就先到这边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话呢，就载下来。然后现在载下来不止登入送3000星钻，还送超强技女武神 S， 而且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两个军团。一个月后我们要来看谁军团比较强，没错。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了，这就机动战队了。OK， 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拜拜。